家好，他有时候看到我的后面啊，是世贸中心，我们台北跑到这个地方呢，为刘晓波先生来做一个节目啊，希望我今天做的这个节目呢，能够跟他带来好运啊。在我昨天做了一个很糟糕的节目，就是因为我的节目里面哭了，我觉得这很不好啊，这种情绪感染了很多的网友。整做节目我大概七八点钟做的吧，然后到十一点十二点，我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我看了网友的各的留言啊，我基本上几个小时都在留言的啊，这个不太好，不太好。我希望这种情绪不要继续感染下去，我们要采取一些比较实质性的行动啊，去帮助刘晓波。那么很多朋友呢都是从这个，首先为什么晓波会检查出来，马上就是晚期的这个癌症啊，而且是肝癌。基本上我们知道肝癌是在癌症里面呢是比较难以治疗的，尤其到了晚期的肝癌那么存活率都比较低甚至有的寿命大概只有六个月短的可能从发现到最后治疗有的只有三个月时间。那么有一些朋友就开始呢就是质疑和批评中共的这个司法部门因为他们是管监狱的，应该对晓波的这个身体来进行这个定时的及时的检查，因为刘晓波原来他的肝就不大好每半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要查一次那么大家呢就是认为中共呢是有意的隐瞒这个病情，或者说呢没有跟他进行及时的这个检查，所以就非常的愤怒。这种愤怒的情绪我们当然是能够理解的，而且呢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他的判刑就本身是完全是恶意的一个栽赃用司法去打压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坚持者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不过呢我们从一些肝病的专家或者是肝病的患者朋友或者是对肝病这个肝癌的情况比较了解的朋友告诉我们来看呢这肝癌的这个情况和有一些癌症的发现每个人的身体基因的组合不太一样有些人曾发现只有几个月时间就从早期到晚期基本上只有几个月时间，不是说一定是像大家讲的要经过两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这种一种状况。那么现在我们一些朋友有个别朋友已经见到了这个刘晓波当然他不能很详细的透露过这个刘晓波的这个状况刘晓波的这个妻子呢也在这个医院的附近呢居住有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呢也赶去帮忙去关照当然中国政府的官方部门呢也是比较着急，因为他们担心了刘晓波如果死在监狱里面或者死在中国的某一种状况之下呢中国政府是千古罪人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很难出现这么一个杰出的人物能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其实现在看起来是在顶尖的在辉煌的最具有荣耀的一个人权人士和平人士才能得到这么一个奖章那么这样一点政治符号其实是我们死了五百年一千年但是都会记载在历史这个记录里面，所以中共的党主现在也很恐慌到处呢就想找一些专家呢帮助这个刘晓波治疗。根据专家现在所提供的意见来看呢，就是似乎他出国的这个治疗的意义不大。不过很多网友在很多地方得到一些信息，像这个中国的上海是这个治疗肝病呢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在这个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韩立朝给我们朋友的一个消息，就是在美国也有至少有三家医院呢也有这个临床实验也可以呢延长一些寿命也有网友说了这个台湾的长庚医院呢有这个临床实验有
换井杆的这种成功的这个案例，欧洲有一些国家也不错，所以网友们尽量的在搜集我的资料啊。那么呢，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资料呢集合在一起，去给刘晓波的这个家人，还有一些网友呢就是更加感动，很愿意呢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肝呐这个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个小波去能够澄清站起来留下去但是到底会怎么样就是中国政府不同意刘晓波出国治疗，或者刘晓波本人的意愿愿不愿意出国或者说呢刘晓波的家人怎么看的这个事情，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中国政府首先应该这个因为他们已经犯了非常大的罪行，中国政府判刑刘晓波就是完全不应该的所以纠正他们错误，给他们现在的一个机会，就是给刘晓波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保外就医。因为保外就医虽然有一定的这个自由的程度，但是呢，他还是受一个囚犯的一个状况，就是保外而已。当然他可以出上海也可以去北京，因为沈阳的这个医疗的条件呢在治安方面就是不如这个上海如果在国内的治疗呢，它的选择范围应该更广阔一点。我们现在看起来上海目前来讲呢是条件最好的，如果要出国的话呢，希望中国政府就是尽快的这个批准。不过我们比较觉得比较蹊跷的是出国我的意料之外的是，或者出国很多网友意料之外的是，我们发现最高层的人呢未必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昨天有一位这个我的胎友或者是我的网友他可能传递消息出来呢，他是接触了这个中国的最高层的人士然后把这个刘晓波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刘晓波为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中国领导人为此所背上的一个沉重的一个包袱和问题，都跟这个中国的最高层的这个相关人士报告了。但是报告的结果终于发现他们并不了解刘晓波的这个状况这就是中国的很多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很应该理所当然的会知道但是的结果因为层层的这个上报，我们要知道必须要内层并不像我们想的这样会把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情况及时汇报给这个最高层。其实最高层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内参都是很多假的消息，很多。所以中国的最高层呢，一方面他们的认知有基本上的问题，他们良知有基本上的问题，整个体系是一个完全不可救药的一个体系。但是呢，在他们的计算是在这个体系里面，他们也并不是得到真实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反映上去呢，他们希望鸟三体以后在刘晓波的状况呢有更好的这个改善。我希望这个消息呢是真实的计算是他们罪恶滔天万恶不可赦但是呢一定能够为刘晓波的这个治疗和希望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呢，一定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他自由的这个选择治疗的地方但是出不出国或者是怎么出国，有的朋友说一定要死也要死在中国也有的朋友说不行，一定要他死在自由的土地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主观的想象我觉得只有刘晓波他的妻子刘霞，或者是刘晓波的本人他才有决定，做出真正的决定。我认为他的决定怎么做出来，我们都应该去尊重。因为呢，不仅仅是他为我们父亲的叛徒，更重要的是自由的选择就是我们人权，就是我们自由价值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而不是为了国家，或者为了群体，或者是为了这个一等理念为幸存者这个选择的一等权利我觉得不应该。我觉得刘晓波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和平奖的得主，应该他从他自己的身上就展现出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然希望他的奉献，我们要感谢他的奉献，但是他为自己谱取这个最好的这个心理感觉，最好的这个治疗是他一的人权所以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他做出任何的选择我们都要支持他我今天简短讲到这个地方我只能是跟大家的心情一样的，我不能继续讲下去我只能在祝福他为他这个祈祷。我希望小波能够看到这个新的世贸中心，因为他知道世贸中心
下去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起来了，我希望小郭尽管扛住，也希望他能够来到美国，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新的世贸中心。好，谢谢大家。动手术吗？